东西还是让我们交给专业的来。好，说的对啊，那就事不宜迟，赶快欢迎管乐社。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很好，我是管乐社的指导老师，我叫志伟哈。那我也是本校第40届的毕业生哈，所以他们都叫我志伟学长。那待会呢，我们要演奏这曲子哈，很活泼，很热闹。但是我有一个有一点要需要各位新生跟各位的社团的那个伙伴们帮我一下哦，我也需要借用你们的双手，帮我们一起鼓掌一下。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掌声、哦、也是很厉害的抓到了那个节奏、哦、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曲子。好、我介绍一下我们管乐社，我应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哦、我们管乐社目前有五大声部，第一个我们叫打击部，打击部我们有高音萨克斯风叫 Soprano Sax， Soprano Sax 举起来一下。我们有中音萨克斯风 Alto Sax， 我们有四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Sax， 我们有大指的把你弄死啊，很辛苦。好，那我相信各位同学啊，对管乐社都有两大质疑。第一个，会不会练习很累？会吗？我们的练习时间主要在社团时间，但社团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另外就是说，会利用部分就是一样同样是社团时间，我们会用公假的方式来做团练的部分，因为乐器的练习毕竟是一个团队，所以需要稍微有些时间把大家磨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会利用比较多都是礼拜三下午的时间。那么课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课后5点到6点是所谓的开放自由练习。好，当然如果我们因为运动会，因为社团的那个校庆活动，有可能会在课后增加一些团练。好，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大部分占用的可能是各位用手机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参加我的话，可能要把时间调配一下，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课业。好，我们今年6月份毕业的这一届呢，我们的9位同学，有4位录取国立大学，好，2位台西，2位各生，好，还有一位是国防大学，所以总共有5位。好，所以其实要参加管乐社，我们在音乐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刺激你脑部的一些灵活的思考。好，所以好，学长我也是毕业应届是考上台师大，好，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各位同学，如果你
认为你国中可能有参加过乐队，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说的声部，我们就是上风为主，但是它是一个容易入门的乐器，好，不用担心，你国中会欢迎加入。如果你连五线谱都看不懂，欢迎加入，我会教你。好，我来到中兴高中的第一年，我也看不懂五线谱，我就拿了小号就开始加入，好，学就有，好，不困难，只要你有心，欢迎加入我乐社，谢谢。